小雨，帮林总个忙，留下来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林总对你有多好。你来 SW 还没有一年吧？是。你自己最清楚。 林总是怎么栽培你的？从一个实习助理，到现在给你中国区大众日化销售总监的位置，说实话，我都羡慕你。林总真的是把你当做唯一的金川弟子在栽培啊！离开 SW， 我也不会和林总为敌，这就够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昨天我见林总。 本来说的是我的工作安排，可是绕来绕去呢，十句话里头倒有八句说的是你。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你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林总闹脾气，请病假。就算是这样，在他的布局当中，对你的考虑却并没有受到影响。 小鱼，你心里怎么想，我管不着。可是我自己跟随林总打拼这么多年，林总以国事待我，我必以国事报之。现在 LND 公司跟我们的产品打得很厉害，已经抢走了我们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。林总这次被提拔的真相。 其实是临危受命，代理总裁这个代字能不能去掉？他只有一年时间。老板，Hello，Jackie，怎么了？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我给你请安不行啊？你做到咱们中国区的老板以来，给我打过两次电话，对吗？但是两次谈的都是工作构想，有话直说。 就算我帮不上你，我可以至少做一个很好的听众。张小鱼要辞职，留不住。跟你打完电话，我就进餐厅给他见信。也就是说，还有机会挽留。我们之间有误会了。Jackie， 我最了解你的性格。 你有时候是有点让人受不了的哦。嗯，有些误会你本身做的也不一定都对哦。啊，你进餐厅以前给我打这通电话，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，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真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这一步了，所以。 我就特别想给你打个电话，老板。好，你想想看 ，Jackie， 当初你为什么要栽培他？你又看中了他什么？如果在今天，在现在，这些在他身上是否有没有改变？如果一切都没有改变，那么现在，你就走到餐厅里面去，告诉他，你不愿意他离开。 我不想勉强任何人，何况裂缝已经产生了。Jackie， 我和你之间也产生过很多次的矛盾呢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我有句话，林总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我先说行吗，林总？请你留下我。